天下有情人，爱要大声唱出来。天下有情人，一起过七夕。哎，接下来要请出的真是天下有情人呐、啊！来，请看我们的右侧。三位新郎官，欢迎。对啊，今天特别喜庆，怎么只有新郎官新娘子呢？新娘子还在保密当中。我看到了，来来，我来牵着你们啊，三位非常漂亮的新娘，先不要先头盖啊，我们先跟着我上来啊，来慢点、啊。哦，我知道王冠的用意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传统的考察默契的小测试，对吧？我们先这样。三位，你们表演一个你们标志性的动作，任何都可以。然后呢，我们的三位新郎根据三位新娘的动作来判定究竟谁是你的另一半，认领另一半，好吗？成了认领了。来，我们先从第一位开始，走模特步啊！这是一位超模啊！哇！哇哦！哟，跳舞，优雅的舞蹈姿势啊！好，各位心里都有谱了吗？第三位，这厢有礼了。现在开始寻找自己的老婆。来，先有请新郎掀起新娘的盖头，看看是不是自己的老婆。看对不对啊？这样错可得错一辈子了啊！这一认领得是认领一辈子。有没有错的？有没有错的？没有错，没有错。对了，哇，特别有默契。没有，这对夫妻让我特惊喜。哪对？哪？哦，这对吗？因为新娘子一出来啊，我是外国朋友，我还以为因为这是中国新郎官嘛。对，没错。我还正在犹豫，哎呦，我这糟糕，这一认领错了，这得负责一辈子。结果新郎官很大方，直接来，三位请坐，三位请坐。来，请三对请坐。哇，特别喜庆，来，我们往当中坐啊。感觉现场特别热闹，我们像是参加婚礼的感觉，集体婚礼。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我们先从第一队开始。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小伙亚星。亚星啊。大家好，我是来自肯尼亚如斯。如斯。肯尼亚的如斯。结婚多久了？我们刚刚订婚了。哦，才订婚。对，还没有结婚。来，第二队。来，第二队。大家好，我是咱们中国的少数民族吉古一卓。一卓。大家好，我是来自古巴，很远拉丁美洲，我的名字叫李玉山，然后英文名字叫 Elvis。你们两位是谈恋爱还是已经结婚了？我们已经结婚了。多久了？五个月了。五个月。对对 对, 对、哦。新婚。也是新婚。是新婚快乐。恭喜恭喜。大家好，我是 Simon， 我是 England。Simon，哦，中文不是很好，是不是？嗯，来，大家好，我是刘佳，我和我老公是结婚已经快十年的老夫老妻了。十年了，真看不出来。哦，真的，这个是订婚，结婚五个月，新婚，老夫老妻。三对好榜样按照时间段来排的，三对其实现在都是中国的媳妇儿，中国的姑爷了，是吧？跟我们来说一说，你们知道今天是七夕节吗？外国人知道七夕吗？知道，知道。如斯跟我们说说，不就是那个放牛的那个男生跟你说的是王二小吧？我说的就是七夕的故事嘛，就是那个牛郎织女，对，牛郎和织女异地恋的故事。异地恋。就是除了这个呀，我还知道别的中国的爱情故事，祝英台和梁山伯、啊。这个也知道啊。还有。五朵金花，还有最最流行的我和亚欣。哎，说得好，到了2013年了。如斯中文特别好，是不是？你们平时交流都是用中文交流吗？是是的。哦，难怪。我刚刚说这个中国的媳妇儿和外国有什么区别？可能因为他们也新婚不久嘛，说的有点大。我们就说情人节，七夕情人节，外国人过情人节和中国人过情人节有什么不同吗？我们国外是2月份的情人节，然后中国是现在九月八月，对，七月初七，所以有一点不一样的。哎，你们情人节都怎么过？我带我老婆去
玩，然后逛街啊，买衣服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在这个节日里面，其实这是相通的。无论是国外的情人节还是中国的情人节，男士最应该做的，应该要送女士礼物，这是最关键的。我觉得外国和中国一定都是一样的，是不是？是不是？古巴也是吧？对 对, 对，送礼物肯定是必须的。过七夕节嘛，对吧？对，在中国也是这样，一定要送女孩子礼物。对，对，所以我们今天三位有没有准备？我准备了，我准备了，当然准备了。我们一个个来送好不好？好，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我亲爱的如斯。嗯，这份礼物就是一个手镯。哇、哦！来给自己的妻子戴上。有特别的用意吗？有什么话要说？就是我希望戴上手镯给你，一生。牵你的手一起走。所以情人节的礼物不在乎你送什么，而是这个礼物所代表的这份情谢。对，用心诚意。谢谢，好闪。如此中文叫哇，谢谢，好闪，我闪，我闪。那谢谢亲爱的，哎呀，甜蜜呢。来，请坐。来，玉山。我今天准备了一个礼物，是给我的老婆一个商量。项链，项链啊！哦，这个项链也一定会有它的用意。玉山是你自己亲自选的，是不是？对。啊，没有想到今天是项链。他经常会送你礼物吗？以前送过吗？以前送，以前刚开始咱们是每个月的一号是我们的纪念日，每个月一号的时候给一些小礼物。真的，你老公每个月一号都会送你一份礼物。好浪漫。所有的男士请学习，这个是榜样。学习这位古巴小伙，每月结婚前是、咱们结婚前是，结婚完了以后就隔三差五，三两个月，两三个月，三五个月。哎呀，男人怎么都这样啊？就到手了就不怕飞了是吧？来，有什么话要对妻子说？今天我希望我和我的老婆白头到老，永远幸福。Te amo, te amo mucho。谢谢。来，医生教我们说这句最后古巴的这句话。这是我们西班牙语叫西班牙语 ，te amo， 我爱你的意思。再说一遍 ，te amo， te amo。对对对。明白。谢谢，以后要经常送礼物，就是每个月的纪念日不要忘记哦。对对对对。对老婆要更加疼爱她才可以，对不对？对对对。好，谢谢。祝福你们，谢谢。来，刘佳 Simon。Simon， 礼物是什么？这样啊。我先说礼物之前，因为你们已经结婚十年了，对吧？是。你老公站在你旁边，一副受委屈的样子。那十年了，应该有爱情的。哦，有有，那我们的孩子宝贝在那里。这是儿子女儿，来，你们好，他们会说中文吗？会讲，会讲啊。来，这个应该是姐姐对不对？姐姐今年多大了？给我们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我叫刘黛西，今年七岁半了。哎呀，好可爱，哟，好主动啊！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西门子，我今年五岁半了。谢谢大家。你叫西门子啊？Simon 的儿子啊，哎 ，Simon 的儿子啊，你会跳舞吗？你这身真的很帅哎。不会。你会唱歌吗？会。送一首歌好不好？就代表你今天的礼物了。你爸爸没有带礼物，只能你来献唱了好不好？来，一二三，开始。你穿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哥哥生你。哇，这首歌真的是已经蜚声海内外了啊。哇，好棒，现在家庭很幸福，有一对儿女，而且都很漂亮，很听话，很能干，充满着活力，希望你们能够家庭幸福。Simon， 我觉得虽然儿子代表你送了个礼物，可是情人节还是应该有一点心意要表达，或者你有什么话哟，或者是 surprise 要给自己的妻子。你看人家都送了手镯、项链，你不能输给他们，对不对？听得懂我说的话吗？I have a surprise for you. Really? This year's our 10th year anniversary, and I'm going to take my wife back to the place we celebrate our honeymoon in the Maldives. Okay. Very surprised.
要再去过一个蜜月，对不对？就是他给我的惊喜就是今年明年的3月是我们结婚10周年，也是他之前就准备好的，就重返10周年重返我们度蜜月的地方马尔代夫。哇，这孩子带着吗？孩子带着吗？可以。哦，二人世界，四位加油啊！人孩子都有了啊！好，谢谢你们给我们传递了浪漫和幸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交给李玉山和一卓，给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天籁之爱》，送给天下所有的有情人。唱着，你听到了没？风里漂浮着什么？花吧还是如水？我把我的幸福，你收到了吗？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爱的歌曲，也感谢3对爱的榜样来到我们的节目，也祝福你们，谢谢。祝福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感受场外的幸福。